这个把大伙儿叫过来，我说说最近群里这个红包的事啊。不和谐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，啊，不讲究的人越来越多。你们这些光枪不发的留下，别人先吹了。还他妈能耍了呗？还能耍了呗？啊，太不讲究了吧你们，光枪不发，开始挂了，枪毙的怎么那么快？叫你们发一个吧，啊，接包接包，马上发！我操，等了半天发个一毛嘞，啊，逮住我这个流量费了呗？有你们这么玩的呗？臭不要脸，还有那一分一分的，那发一分的就是耍流氓嘞！人家娘们儿都还发嘞，你们爷们儿们那大老爷们儿叫点样？我那会儿才发了，我刚发了个包，发你还没什么，就是说你嘞，发那个一分的咋样啊？